十二月月底，有媒体爆出李小璐夜宿 PG One 住处搂腰挽手，后续事件更是一波接一波没有断过。贾乃亮也成为一众吃瓜群众心疼的对象。前不久就有网友爆出贾乃亮在某地独自买醉，五号又有网友晒出称贾乃亮一个人撸串的照片。不过随后便有人辟谣称，晒出的所有照片均为旧照。有网友称贾乃亮现在依然在片场工作，屏蔽外界的干扰。从晒出的照片中看，贾乃亮表情自然，神态淡定，似乎已经很好的排除了外界对自己的干扰，真是 real 敬业。想获得更多独家娱乐资讯，欢迎关注优酷土豆娱乐微信公众号，微博搜索优酷娱乐全娱乐早八点，来看更多八卦猛料，还有超多明星周边和签名福利等着你。据说长得好看的人都在关注哟。这世界很酷。